现尤其是低位单打哦。最喜欢吃台湾鼎泰丰的贾西亚，为富邦勇士首开纪录哦。哇，这个球杰伦好像是故意去找林志杰，林志杰也不甘示弱哦。哦，两个人都有动作，对，先挡开来。因为裁判响哨之后，杰伦还有蛮后续蛮多的动作。动作就是这样了，就是第一拍碰撞完，好，好，然后，哦，注意看后面，对，哦，林志杰就是夹了这个杰伦的手了，嗯，哦，后面还有后续啊，哦，就是有一个拉扯的动作了，是，贾西亚，贾西亚又冲过去，对，只要有事，好像贾西亚都会出现，这个碰撞点是第一个裁判响哨犯规，后来林志杰有后续。三分球没进，刀子直接飞进来，真的差一点被他扣进啊！哇哦，哇哦。对，你看他从很远就跳起来了，哇，蛮可惜。可是塔比还是有站在他的。这个 Terry， 塔比直接把他扯哦，你这动作是有点大了。塔比打球的动作就是这样，冲突发生。哦，他是压着他的手。防守可以想尽办法跟塔比配掉的话，啊，对球队还是有贡献啊。这节 OK， 因为这节塔比只得三分，哦，那表示他其实做得还不错，有守住，对。对。那你慢慢防守就可以带动你的进攻了。对，现在也保护 Singletary， 把他换下去犯规。塔比今天的犯规控制的还不错。对。两边都是垃圾化的景观，第一排隔空这样对没进篮板球，塔比打在谁的脚上呢？塔比说是 Chuck 的脚，对。哦，球在空中，塔比先抓到，哦，毫无疑问，对，打太久了吗？对，那个专注度没有像上面那么高。哇，球 Singletary。对，只能赌一下。塔比还在跟 Chuck 两个人口角，对，持续垃圾话。我守住你四次，对，哎呀。是没进，哇，真的很可惜啊，连这个篮下的机会都没有放进。啊，金志聪，哇，看到这边应该是有一个球员受伤的情况哦，刚才在我们镜头另外一边并没有拍到。哇，掉给林一辉，面对林耀宗的防守，辛巴过来，哇，这个镜头传球给到辛巴，双手扣篮。哇，这个传球有水！哇塞，李辉可能要控制一下情绪啊。先来看一下，哇 ，Robinson 的这个动作感觉非常不必要哦。哇，哇，这个镜头是蛮明显的，最后 Robinson 是直接打在了林一辉的脸上。其实这样的动。守一个塔比硬起，可以看到，其实光球在传的时候，哇，这边杰伦样跟，哇，这有一个挥拳的动作，这非常不好，杰伦样场上有个非常激烈的冲突出现，哇，杰伦样这球真的是太没品了，我觉得，哇，场边的球员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是。哇，杰伦样这一球，其实从我们这边可以看得非常明显，是杰伦样先挑起这个整个，是杰伦样先挑起这样的一个火气哦。这个我们再来看一次哦，我们看这个动作非常的没品哦。哇，他主要是想要跨过田浩的身上。哦，你相信我，他绝对不是要跨过田浩的身上。他就是要做一个挑衅的动作，而且他这个动作其实基本上，现在稳当出手差蛮多的。哦，哇，Robinson刚才有点情绪了，他应该是前面那个上来，哦，哇哇哇哇，吴岱豪这个球直接砸在 Robinson 的脸上，
那这个事情就可能非常大了。哇，连续两个赛季了，在工程师的主场都有非常火爆的状况出现了，是这边的。那不过领航员这边一个关键人物就是 Robinson， 现在必须要退场。是，你看到这一球去拉到戴豪的颈部以上哦。这是后续，高国豪这个他这个动作是要抱住 Robinson 的，还是对他有什么动作？是哦，有拉他的衣服，一开始有拉哦，我后续也是抱住，想要避免掉这个冲突啦。是，好，这是我们。